关于那个编码器的安装。编码器的安装，首先我们穿个这个孔，看大家看一下这个 TT 啊，然后把螺丝锁好，再把这个上进去，来，把安装进去，看一下，不要靠太近，靠太近要打，哎，就留个缝，避免在螺丝上面。好，车筋，拧紧，好，这边也要拧紧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把它的线安装在机器的这个任意两个口都可以啊，这两个口都可以。好，然后我们要保证它有一定的弹性，靠紧这个皮带啊，靠紧了这个皮带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皮带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有没有转动。OK， 好，可以。